Hello，我今天刚从外面回来，外面超级冷，今天我的鼻子都还是通红的。我们今天出门买了超多好吃的，所以我要赶紧来卸个妆再去吃饭。我平常卸妆呢会比较习惯用卸妆油、卸妆膏这种，因为我觉得比较温和，然后呢卸妆力度会更好一点。我今天就用一下这个，直接干手干脸来挤两泵，那这个质地就和水一样，就不会油油的很不舒服，也不会像卸妆水一样刺激，眼妆什么的也柔柔就掉了。然后像这种鼻子啊，然后下巴这种容易长黑头闭口的地方，可以多搓一搓，因为卸妆油就是油溶油嘛，所以就可以清理一下里面的脏东西，最后再拿水乳化一下。卸完了脸蛋就是清清爽爽的，一点油膜感都没有，而且眼妆和唇妆什么的都卸得特别干净。然后呢接下来的步骤几乎就是很简单的，每天都是一样，就是水和眼霜。然后是眼霜，我不会每天都涂眼霜。哦，这是睫毛增长液，我也是想起来的时候会涂一下。今天是录这个视频，所以呢就要精致一点，涂一个唇膏。结束了，我要去干饭了。哎呀，这是炸鸡，然后炒年糕和奶茶，还有宽粉，这是炸鸡的萝卜。